天和罗云熙主演的《心跳原计划》在 MyVideo 上线啦！不但有高人气主演，题材也是非常特别。以科研实验计划为核心，不但刻画了专业励志的研究故事，也有男女主角在事业和情感之间的权衡拉扯。故事讲述罗云熙饰演的新晋研究员周小山来到实验室，在过程中意外被宋茜饰演的核心研究员裘佳宁吸引，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名窃取科学研究的卧底掮客。两人就这样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决斗。一直醉心于科研工作的邱佳宁，直到周小山的出现，渐渐打破了他的心防。个性冷漠，全心只想完成卧底任务的周小山，也不自觉被正义的邱佳宁打动。他生命中只有三件事：科研、科研以及科研。你的任务就是潜伏进去，摸清楚原计划目前的进展状况。如果再被原计划驱逐，那你的实验生涯就到此结束了。只要我不放弃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你是怕引起他的怀疑，还是怕影响你们的感情？你接近我真的是有目的的。邱佳宁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你到底是谁？然而两人始终是站在对立面的敌人，面对亲人与朋友的反对，这场比实验还难的爱情纠葛，两人会如何做出选择呢？心跳原计划就在 MyVideo 日日更新，一口气追起来绝对是超过瘾的啦。